去法国朋友家的聚会。吃完头盘，一些香肠和薯片，开始煮菜了。主菜是牛肉意面、法棍和2010年的红酒，然后吃甜点、喝咖啡。法国的蛋糕太甜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家院子里的竹子啦，很中国风，一秒回国的感觉。又是愉快的一天。